没有，下午好。今天张老师要讲一个故事，我爸爸。你们的爸爸在你们的心目中都代表什么呢？爸爸是怎么爱你们的呢？这是我爸爸，他真的很棒。我爸爸什么都不怕，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。他可以从月亮上跑过去，还会走高空绳索。他敢跟大力士摔跤，在运动会的比赛中，他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，游得像鱼一样快。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，也像河马一样快乐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，有时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。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，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傻事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是个伟大的舞蹈家，也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。他踢足球的技术一流，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爱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也爱我，永远爱我。小朋友听完这故事后，你们对你们的爸爸有什么感想呢？你们的爸爸是不是也像故事里描述的一样？如果你们也爱你们的爸爸，记得跟你的爸爸说你爱他，多抱抱他。